信义乡公所保养罗纳部落内八甲外地原来农企所的土地，初期种地工程已经完工，相关的造景甲凉亭施设工程嘛陆续展开。为着让部落了解部落文化园区的计划，公所特别召开说明会向村民做说明。希望它可以是成为我们全国布农族的一个图书的一个集会中心。好，还有第二个就是它的所有以后布农族的一个沿袭，我们希望也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会议中心，这是全国布农族的一个文化主题馆。那后面才是高山花卉的一些的布置。部落内对这个文化园区是抱着完全支持的态度，不过多数村民的意见甲期待，拢是肯定部落文化园区建设以后，对部落带来经济效益。知道他们维修的部分，那是回复的部分，并没有做得很好的话，那就是变成就像刚刚我们那位先生讲的。就是变得就是人家来了以后就说没有了，就不是很社气人。客人来的话哈、有花啦，有蔬菜啦，有烤猪啦，那个位置一定要了。也没有去考虑到未来一期的经济效果，就是说这个的发展的金钱留在部落是几趴。在周围是其他部落表示，部落文化园区设置罗纳，因是期待嘛，惊会受到伤害。满心的期待，当然也是蛮怕会不会变成一个伤害了。如果是造成伤害，就是说，部落会不会变成一个脏乱的地方，或者是变成外地的人来这边做生意的话，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部落。信义乡长苏强表示，部落居民考虑的问题，在开发计划中拢已经纳入，一切以带动部落发展、甲部落文化传承为重心。环境冲击的部分，我们就尽量不要有在住宿的部分，做这样的一些工作。第二个是对于跟部落的关系的部分，我们希望说也把部落的部分。在卫生啦、环境啦、绿美化，要跟这个园区搭配。信义乡公所表示，原民会补助1000万经费，除了园区的规划甲种地工程以外，第一期进行景观会会区的营造以及表演场的建设，预定今年底完成。上重要部落族文化主题馆列为第二期工程，因为需要经费比较大，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来完成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